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在这里向你们介绍我的新歌《以父之名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北京音乐台、广东电台、香港电台、上海东方台、台湾中广公司、台北之音 TFM、新加坡最新频道、马来西亚丽的988、大华语电台，散发音乐魅力，打造最强阵营。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。让全世界的对你超长，足足有80几秒哦。那以及呢，这次杰伦找来一个新兴鬼才作家黄俊郎首度合作，来听听看吧，擦出完全不一样的火花。那以及这黄俊郎呢，之前呢，温岚的蓝色雨专辑中的发烫，还有 ID Flower 的八号洋娃娃、斑马线忧郁，都是他的作品。等一下再来告诉你关于预购的讯息。周杰伦在这里向你们介绍我的新歌《以父之名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可是今晚我的桌上，我是没把持的承诺，留着光芒就在角落，一直一直一直伴着黑色帘幕，被风吹动，阳光无言的穿透，洒下表情被我驯服后的手，沉默很久，沉默很久，孤单开始发酵，不停对着我嘲笑，回忆逐渐烟消，曾经纯真的画面，残忍的温柔出现，脆弱世界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是的风我已坠入看不见坠的孤独，浸润了我的肩膀。Yeah, check it, check it, yeah. 没
握手。